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吼、哦，刚刚这摄影师吼，讲今天要落行啊来，要上来吃饭，底下人嘞。你是痤疮还是眼残？我不就在你前面吗？在落风呢，这有卡卡车呢，我看卡卡车来坐个，我卡就酸嘞。我都搞最妖哎！阿弟，你伫倒诶？哇，娘喂，人啊多啦！哎呦，真是，这个我，这个伤寒，因为外带哦。系啊，阿你部队食，早顿部队食，阿你几人份啊呢？七八吧。赞赞赞！谢谢谢谢！哎、欸，真的，内行人都知道哇。还有一个外带，哎呦，阿妈，你来哦。还有一个，哇，哎、欸，真正有够惊人个呢！哇，啊，你对对来，哇，我有台东来的，台东知影来这食耳朵，噶吧？台东来哦，我是内行，内行的吼。啊，你，我刚才开了车你的吼，好，好，你早早起。好，好，太厉害了吧！哎，娘喂，阿妈哦，我等我听到人讲咱家肉底好食，我真正我看大家安尼食到拢空空啦，想讲哦，我嘛想要来体验食一下。哎，阿妈，你来好，你食好先解下，来再来钱。我还搁家己钱哦。对。家己来体验看卖，我都唔相信我困难呐。对。惊？惊来。阿妈讲要食好先解下，到底是不是物件难得到我相挺的？耳底、肉底是不是？我来啦！来吧，我来接受挑战了。好，没有那走，你也跟我讲，我学习力很快的。是，先打底粉。先打底粉，我讲像女生在上粉底一样，好，先打一点那个底，然后对不对？上底菜。底菜。对。看是要鹅还是肉上底肉，看要鹅啊还是肉的。如果肉的话，加肉就好。哦，然后我来带来家己吃，想要吃我再放较济哦。可以，看你变哪下拢会使。啊，这些菜，甲扛起哩，盖上去，然后就把它捏紧。捏紧。捏紧之后上粉。哦，再上一次粉哦。对啊，没有上粉炸起来，整个都散掉了啊。哦，剩下洗下给结的对吧？那这样放下去。哎。让它炸。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就 OK 了。颠覆你对传统小吃的印象，每一口都唇齿留香，传承70年的好味道，古早味阿嬷的肉底，嗯哼，这样看起来也不难嘛。打底上菜，铺肉再裹粉，简单啦。娃娃来，娃娃来，好来哦。首先，先打底，对，要打很厚吗？不用，薄薄的就好了。啊，你也塞不？可以，然后上底菜。上底菜。阿妈，你免烦恼啦，我来讲，我这吼、看起来内行的有无？吼、啊，过来。看你要肉的来鹅啊。这个肉的好了，好不好哈？肉的，我拄只看到大哥哥在称斤，有无？这差不多三两。哎，用平哦，安尼就济无哈？还好，用平的话，它比较熟的比较快。你啊，整堆的话会比较慢。可以啊，看都可以啊。鹅啊，蛮在哦。哇，阿妈那你真好。米大大啊，米蕊，安尼好不？个米哦，个米阿妈个过来嘞。安尼伤济无？阿妈那伤济无？安尼都歹势呢。我来好意思安尼，安尼就好吼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而且哎，这会爆掉。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旁边呐、啊，旁边哦。不然你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旁边、那個、我的粘不住？刁安，因为料太多了、啊，所以比较不好。我上简单的手会酸安尼，来哦，啊，这个该淋起的料。哎，那看你做这简单哈、啊，他不太听我使唤呢。可以放低一点，没关系。放低一点，不用拿那么高，这样你比较好上稳。这样子哎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没有补到。啊，外踩呀！
我讲湘婷啊，你敢会伤贪心吗？馅料都快爆出来了，等等会不会变成爆浆漏电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你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但呢，这个站起来就是我的，会当吃这么澎湃的料。下锅咯，看他慢慢的熟，心里越来越兴奋。总算辛苦受代价，我会当开动咯。耶、yeah, ，我先开动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直接用手的啦。这肉袋。肉袋。哦，烧呢！哦，看这料，满满的。你有听到吗？卡兹卡兹，你知道它那个皮吼、哦、很薄很酥，然后来这里这料啊，这肉吼、哦、剥起来阁袂差差，有汤汁，加上那个姜，有看姜嘛吼、哦？哦，这真的是阿嬷的智慧呢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有的人吼，像这吃迄个芝麻地吼，也是蚵地吃久的，较硬，很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他加了那个姜以后啊，你觉得那个综合那个味道超香的，而且冷酒了没冷了就好起来。嗯，我一个一个来，这就是蚵地，对，蚵地。哦哦哦哦，姜，很烫。哦，你的蚵仔好甜哦。啊，因为这我们是在地的蚵仔下去做的啦。那你叫当叫鲍德鲍德蚵仔，我叫蚵仔。哎，听讲蚵仔夏天才大块，对不对？夏天它肥肥，它比较肥，嗯，肥美这样子。然后冬天这个季节的蚵仔它是没有那么肥美，但是也是很香，好甜哦，也是蛮好吃，也是好吃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新鲜。哦，因为吃到迄个海洋的味道，好像闻到海水那种感觉，是哦。新鲜的蚵仔才会有这种味道，啊，同款吼，伊迄个皮嘛是用较薄薄，啊，敢若咧食饼同款，加上内底即个料炒起来，真正有够赞的。我阁有一个秘密武器哦，蚵仔人吧？啊？三秒啊！你在讲什么？蚵仔人吧呀？蚵仔人吧？系啊。吼，你头家一大早就咧开黄腔啦，哎呦，足歹势呢。在哪？这料这么大料，原来腩肉这么大料。这是蚵仔腩肉，就是加了肉的吗？对，有肉有蚵仔在一起的。哎，好大一颗哎，所以它的料更多咯。对。哇！干嘛在笑我？哈哈哈！来，这是另外炸的呀。来来来来来。哇，好丰盛哦！哎，一次满足两种口味，哎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愿望一次满足。那准备冷藏怎么做会啊？有些客人他喜欢两种口味合在一起啊，所以就想说把它试着把它糖做在一起啊。嗯，对啊。真的很烫哦，这个。那个蚵仔哈，好，很鲜，非常鲜。你真的是吃到那个蚵仔的味道，还有个腩肉饭哈，那个肉很清甜。你讲你有吸鬼吗？对啊。我刚刚有几种米很特殊哎。你有加什么材料？加一些中药材啊。中药哈。对啊。有加中药，难怪我觉得它的口味很特殊，重点是不会腻。完全都不会腻，超好吃的，腩肉嘛就好吃。原来我腩肉这么大的，还够还够，阿嬷强力推荐的倒菜米哦，开动！这倒菜米有点像凉面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它属于凉面。凉面哦，嗯，啊，这面条就是拄只那阿嬷一直讲的嘿。你，嘿啊。这面条很 Q 哎，
啊，你就管那个蒜蓉导游娘。哎，放蒜头酱而已。夏天我觉得吃这个超开胃的呢，哈。你袂惊讲吼，安尼食袂落，但现在热天食袂落啊，吃着很妙。你尝看卖啊。嗯，有没有吃过会跳舞的面条啊？就是这个，就是了。阿哥，两面倒台，跟一般的凉面口感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们豆芽菜也是有特地挑过。特地挑过，我最好看你阿妈的酱啊，也是很清甜呢，好吃。啊，你的这个酱嘛，就好吃。嗯。你若热天较无胃口，一定要来吃看卖啊！真的很下饭，哎，不是下饭啦，吃起来真的会让你觉得不油腻、清爽、爽口，非常爽口。来，我来吃一下这个肉羹汤，菜头肉羹。然后吃到都不计形象，你看。我感觉这上特殊哈，这鸡汤它不会袂讲安尼，敢那咯咯安尼。对，因为咱这的特色就是无咯。对啊，我觉得就很清爽哎。对，然后菜头是这个季节，然后我们夏天的话是用竹笋。你夏天用竹笋啊？对，因为竹笋是当季的。嗯，我们以当季的蔬菜，当季的蔬菜下去为做决定。哦，所以有当现在是笋闹的，现在是菜头。那夏天它竹笋盛产嘛，然后冬天才是菜头盛产。就是要用就是的啦，严选当季食材，一碗汤，寒天、热天拢无同款，真正真用心。那不过头家敢那冒一段故事，咱来个探听一下。因为我听说你是这几年才回来接这边的工作，对。那你之前做什么？之前做在科技业做工程师。之前是工程师哎、欸，科技新贵哎、欸，这个微信我怎么在谈呢？我也行，我也行，我一定要工作行。但是工程师是很多人向往的职业，你怎么舍得放弃啊？有舍才有得啊。嗯，对啊，毕竟也是可以为了自己而打拼啊。对啊，当然吼，做家己的生意啦，怎样吼？阿妈讲吼，一个做工仔钱啊。对啊。做家己的，感觉较实在啦。对啊，就有舍才有得。对啊，而且吼，感觉这样好的口味，因为阿妈也年纪越来越大了。我们把它传承更多人可以吃得到这样的口味啊，太棒了，谢谢。那刚刚你还有炸一个还没吃哎、欸，我想逃避哎、欸。来来来，这是我做的。你看阿妈讲吼，要吃好心爱自己合，阿妈我嘛是有心讲的吼、喔。啊，看内底较准啊，好不好？我拍摄个背景，因为内底吼，我都记住在聊，你知道？结果，规底聊拢干得起，这是太贪心的结果。你是真的唔惊人家吼？你看这满满的，哎，这香亭来走的够有哦吼！你来要几秒，要请香亭走。哎呦，同款都无同师傅嘞。虽然个头家做的看起来无啥同款，也唔过实在同款新鲜，嘛是真哩好食哦。不是我的操蛋，这料理有多好吃，来问一下人客就知道哦。这真正安良味，你看这刚刚都高朋满座呢，来问一下，好吃到你看这大学路才会搭一来问一下。帅弟，你从哪里来吃？我为六角。六角，六角这附近啦吼，啊你常常来吃吗？想到就来吃。想到就来吃哦，啊你吃这啥？这哦，这肉丁，你最爱吃的哦，椰来配椰肉哦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哈、哦，对，粉香粉嫩粉好吃啊，对，对它还有里面还有一个起司的肉丁也开心，这真的来行的哦，这有在吃，这有在吃哦，好，好哎呀，妈来，真欢喜的呢，谢谢阿妈，吼你做这好料理，吼大家吃个真欢喜。你来给阮彩凤吃，然后赞哦。谢谢阿妈哈，给阮彩凤来，啊，咱来去喊阿来，做伙来，做伙。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了今天的采访，不过新鲜可口的肉丁让人念念不忘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造访。下一次来去喊阿来，要去找寻什么样的达人呢？让我们下次见喽。